好，你开始啊！啊，没啊，那不是跟这个阿婆啊，吃啊吃那个。啊，我说，我讲是啊，吃了生活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我讲了，你就吃了生活大了，也唔安吧？就那是个啥物件？啊啦，那八宝真呢？八宝。哎呀，八宝欢迎，八宝欢迎。你这帮个奶农老师的瓜，你唔得啦，起咗咩咩啊？起咩个吃完就得个？啊哇，大家都不会整天要顾着，啊那时间要生活。哎呀，是呀是。哎，不那，那不家己有咩生活嘛？我讲人家大宝囝，嗯，那其他啦又健康，嗯，又意义啊，又有好食。健康、意义、意义，哎，意义能起个自己呗？哎，大宝囝好吧？比较自己养大个自强啊，比较那小意义。嗯，那平安健康哦，起个康，袂毛，嗯，康健康为啥对吧？是啊。哎，不，那不看是三味哇？是啊。啊，都上好呗，刘志康呗。嗯，刘志康，哎，没么嘞？没有啊，我嘞，刘志康。